然有四个人没有跌倒，他们怎么办到的？将查克拉集中在脚上，伸展，动脉蹲。哼，原来如此，利用各个动脉里的招式保持平衡，果然是一群狠角色。荧幕前的你，不妨也学起来吧。哎，洋葱，怎么啦？我觉得我在情场上屡战屡败，都已经二期了，我越来越慌张了。都是我长太丑了，要是我没那么丑的话……洋葱，你别难过，长相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心啊！这个王八蛋，我刚刚讲那些话，其实是期待对方反驳我说我没有啊，哪会丑，你蛮帅的啊。结果他竟然认同并安慰我，靠，这样我的心更痛啊！宝贝，我搂着你睡。讨厌，不要啦，这样你手会麻掉啦。没关系，我就想要你在我怀里嘛。干，但是我快被抽死了。平常的我不苟言笑，因为我要保持我冰山美男的形象，要冷酷，要有强烈的特点，才会让女生喜欢。这人怎么每天摆个死人脸啊？他是不是早上踩到狗大便啊？这好可怕，不敢跟他讲话。洋葱，这种表情是很看颜值的、啊、你这种脸摆臭脸，人家只会以为你是第一圈的肥宅啊。嘿，今天牛小排好香哦。不错，不然就买买看吧。没有价钱，没写价钱，莫名的恐惧。 Pass。 最终我们还是分手了，或许他能给你更好的生活。祝你幸福，我会成为更好的男人。我就知道他们会分，根本完全不配嘛。完全被我猜中，笑死。别难过兄弟，喝了。